穿过去进门，麻烦你帮俺登记一下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李登辉。你中多少？100。啊，拍摄，你等会，你等一回哈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？哈，啊，休息20分钟。哎，先生，哎，先生，哎，麻烦你帮个忙，俺一定要主持上船，下午没饭吃了。船去金门，请先登记你们做的资料。来，做半套做船到多少钱？半套500，全套3000，折扣打8折了。来，拍摄休战几啊？现在是休息时间。哎，你们的服务也太差了吧？哪有人服务到会喊停的啊？我们就算时间到，还会等客人出来呀、啊？这样的风景水平会不会呀、啊？你来的不是时候，哇，你 QK 时间搞啊哈？奇怪的很，你不是在上班的吗？什么 QK 时间的人？我这次看你都不觉得不好意思的吗？你要是以前在俺的部队，俺告诉你，俺得操死你个舅舅。